大家好，这里是 CK， 我们就先上线刷一套追击套来测试一下黑塔跟机子两个人的状况。这边可以看到黑塔触发了一次的追加攻击，它就叠成了五层。不过黑塔叠成的效益很容易随着敌人的减少而骤减，所以它可能还是没有那么适合这个套装。另外再来看机子这一边，那机子的话也是一样，它只要触发了这个追加攻击，那它的套装效果就可以把它瞬间叠满八成。机子的条件大概上就是在敌人有两个以上的时候触发弱点击破的追加攻击效果，就可以叠到八成。那接下来三个回合内只要不要弱点击破，就可以维持这个攻击力的加成。那今天的测试就到这边了，下一支影片再见喽，拜拜。